陈一晨你好呀，爱将怎么那么久没开播，想死我了，播的少大家才想我嘛，是不是，物以稀为贵啊，中老年也是一样，要的就是不经意的出现在你面前。你没开播的时候只能看藤浦会来回应我。看藤浦会能想到我呀，那我也是也不知道是不是造孽了。最近藤浦会去香港啊，藤浦会香港的朋友转发了一条外卖资讯给我，藤浦会20000港币，而且部分老师还去到深圳，去深圳上私教课，是日文私教课，一节日文私教课大概就是10000到20000港币这样子。台湾的朋友找藤浦会老师学日语要25万台币，那你们肯定应该是被中介骗了，就那个25万台币可能有一大半啊都落到中介手里了，就老师也没拿到钱，学生嘛也多交了学费，所以这个你们要自己辨别一下啊，自己要辨别一下。爱迪生是积极求学分子了，有渠道，多学一门语言没坏处的。我估计大家多多少少也会几句日语吧，通过老师的一些日语教学录像带啊，看着录像带学，但看着录像带学肯定你学不了很多嘛。但如果说你能私底下约出来一个一对一的私教课，那我觉得这个日语肯定突飞猛进啊，那肯定突飞猛进。第一次闻鲱鱼罐头没给我干吐了啊！我一个朋友是个妇科医生，跟我描述鲱鱼罐头，我说鲱鱼罐头到底什么味儿啊？他就跟我说，就像有些病人啊，有些病人他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像啊。我一下子就懂了，一下子就懂了，就说你别再说下去了。好了，我懂了啊，你不用再说了。为啥你一下就懂了？那你还不是一下就懂了吗？谢谢这个 Jerry 啊 ，Hello from USA， 来美国带我嗨。这个私聊哈，谢谢 Jerry， 谢谢这个私聊，嗯，带我嗨是吧？可以可以，有人带我去嗨，我肯定不会拒绝啊。我还想着这个感恩节前后啊，去趟 Las Vegas， 在维加斯发生的事情啊，就让他留在维加斯啊，千万都不要带出去。What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。我们直播间有美国的 B 友吗？我们开个美 B 会啊，美国 B 友联盟会。开个美逼会，下次我去美国的时候跟大家聚会一下。上次去日本见了两个日本的逼友啊，我们组了个日逼会是吧，日逼会可惜人比较少，可能美国逼友比较多，美逼会可能比较壮大一点，日逼会人少一点。日本比较腼腆啊，我觉得也不是腼腆，他们比较克制，他们不能叫腼腆，腼腆是那种性格上的内向，但我看日本人他是很多是热情奔放的，但是他就比较克制，我只能说他比较克制。中国人也是闷骚啊，这个你中国人太多了，你不能一网子打尽啊，不能一网子全说他们闷骚，有些明骚的呀，中国很多明骚的，比如我是吧，啊，我就明骚，嗯，怎么才能在 Markham 跟爱迪生偶遇？为了你，我现在经常跑 Markham， 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我经常在多伦多偶遇笔友，偶遇管友啊，偶遇这个我的观众朋友。前两天去剪个头啊，然后也被人认出来了。然后那天去吃个川菜，上菜那个小哥也说：“哎，你不是那个哎那个？”我说：“我是啊，我是。”他说：“啊，我有看你的视频。”但他也没想起来我叫什么名字。就会所可以偶遇啊，在会所偶遇我们就这样子吧，我们就不要互相指认出来了。你把我认出来了，多少有点尴尬。你看到我了，点头一笑就可以了，点头一笑，会心一笑，大家懂就行，一个眼神的交流。你们要在会所大声说“爱迪生”，不要这样子啊，不要这样子，食指上下晃动就可以了。食指上下晃动，这位管友说的很隐晦哈，食指上下晃动就可以了。这个不知道 B 友这边有没有懂这个的，食指上下晃动。我还他妈的想了一会儿，什么食指上下晃动啊？但我在脑子里面模仿了一下那个动作之后，在脑子里面模拟一下这个动作之后，彻底就恍然大悟啊，彻底恍然大悟。对，聊天台，我们是聊天台，暗 K 聊天室，暗 K 聊天频道，符合吧？我做什么？我之前讲过了，我开餐馆的啊，在多伦多开了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棒的网红餐厅，又好吃，环境又好。餐厅里有附设会所吗？餐厅里没有附设会所，那餐厅旁边就是会所。如果熟悉多伦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，在 Highway 7跟 Leslie 时代广场旁边
曾经啊有一排 SPA 啊，曾经有一排 SPA， 现在人去楼空了啊。经常我们这个餐馆下班之后，这个厨房的这些大哥啊，厨房的老叔叔呀，就莫名其妙就往那个方向就走了啊。时间也不长，40分钟一个套餐。主播那么清楚，一定是跟着去了。你说去那排 SPA 吗？没有了，没有，就看他们去，听他们吹水。你知道在餐厅厨房啊，就是我为什么大家说我讲段子啊，什么讲这些会所、啊、都是我听来的。你要是在餐馆厨房干上班上一个月，什么你都会了，没吃过猪肉还没听过猪叫吗？大概就这个意思。然后就把这老叔叔的段子集合，然后就自己开个油管频道啊，瞎鸡巴讲，对吧？就够我讲三年了。我的频道开了三年了，从那个留学生的时候一直在餐馆打工啊，听来这些段子啊，都能讲三年，在油管讲三年，讲到十几万粉丝。爱迪生老婆大概站在旁边，各位别再问了，再问要老命。不仅仅我老婆啊，我每次开直播啊，七大姑八大姨，家族群里面100多个人哈、啊，都会收到这个直播通知的，他们全都订阅了我。所以说现在直播间潜伏着多少我的家庭成员不好说。不好说，大家点到为止。尤其是我那些比如说女性这个长辈啊，女性长辈什么姑姑啊、姨姨啊、大姨啊，这些也喜欢看，就莫名其妙也喜欢听这些东西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人都差不多吧，不分男女，可能也喜欢听。听了之后啊，他们就对这个他们丈夫的一些物质生活世界啊、精神文明世界啊，他们会更加的了解啊，这个可能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这个夫妻和谐关系吧，增进夫妻彼此的了解啊。老公，你下了班怎么晚了40分钟才回来啊？啊，他可能就会意识到一些东西，想到一些东西。哎，小乖，来杯咖啡，没时间玩，只能看我的影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啊，这杯咖啡挺好的哈、啊，这170台币的咖啡。170能喝到手冲咖啡了吧？170能喝到很好的手冲咖啡了。我之前也是，我最喜欢客人点手冲咖啡了。点手冲咖啡的时候，我就能跟他聊天，他就坐在我的桌子前面，啊，我就可以一边跟他手冲，一边跟他唠逼嗑，能唠个5分钟吧。啊，帮客人手冲啊 ，JB， 你这个名字就人如其名啊，我不想回应你，不想回应你了，还帮客人手冲。我们店当时打造的这个环境啊，是想吸引那些网红小姐姐，当然也吸引来一些网红小姐姐，但是来的更多的是那些包租婆。哇，一个个这个拿着 LV 包包， Chanel LV Gucci， 然后穿着迪奥的这个毛衣啊，开着这个门是这样开的，那个特斯拉是这样子的，门这么一打开下来4个师奶啊，进到店里往这一坐，哎，小哥哥，这里有手冲吗？我说有啊，我叫你帮我做，我说好的，就做完了，5块钱小费放在桌子上，开开心心啊，就赚了5块钱。哎，君君，我周日去泰国先，好，去泰国吃好玩好哈。真正的泰国人去玩啊，一些外国人可能会去阿勾勾、勾勾 bar， 但真正的泰国老司机他会去咖啡厅，啊，他会去泰国咖啡厅，要小心是不是男的？不会，泰国咖啡厅他会检查了。怎么检查？可以阐述一下步骤吗？哎呀，说实话，这些东西你看一眼就知道了，讲真的，对视一眼大家也就 了解的七七八八，真看不出来。真的假的？说明这个我是一颗橘子，这位笔友说他真看不出来，他说真看不出来，这说明什么？他踩过坑，他有故事啊，细说，一般人说可能看不出来，他说真看不出来，说明他自己试过，他自己没踩过这个坑，他不会说真看不出来。S1 撑不到2个礼拜 ，S1 怎么会撑不到2个礼拜呢 ？S1 最近出了个大片呢，所有女老师都合作，啊，拍了一个这个合作片。S1 是老牌的这个电影公司，他还能继续撑很久。等等，是哪边的 S1 了？我哪边，我说的是暗黑的 S1， 暗黑 S1， 暴雪不就是大家美名其曰电影公司吗？然后呢，最近出了这个 S1， 还可以活很久了，还可以活很久，很多老师共演是吧？啊，很多老师，比如刘璃老师啊，是吧？都在奉献自己的青春在里面。
我的店就叫真离谱啊。真的假的？怎么取这种店名啊？真离谱店玩，你说说你们店最离谱的事情。这个真离谱店玩，让大家看一下你这个店名取得好不好。真离谱店玩的老板说他店最离谱的事情就是他店里没有电玩。暴雪要找设计师要去应征吗？我不去了，暴雪那点钱太少了啊，不如我在这里烙币壳赚的多。我看一下暴雪设计师给的那个薪水啊，讲真的了，不如我就在这里当一个云设计师更好一点，野生设计师，暴雪野生设计师、啊、赚的应该比在暴雪任职要多一点。学点这个金融知识没啥坏处的，就是小令的知识、啊、不能说非常深入啊，不是说讲的非常深的，但是对于一些小白啊，或者说门外汉还是非常好的。每看一个视频，你不用说全部都记下来，你只记其中三句话，每天累积一点，以后到饭桌上酒桌上就可以跟别人吹水了啊！而且你吹出来的东西呢，大家觉得哎呦你这个人有点东西哦，啊，自然啊就高看你一眼，然后呢可能会对你的职场啊或者你的什么有点帮助的，人家觉得你这个人专业啊，讲的东西哎是这么个道理哈、啊，这些东西也懂哎，那侧面就会对你这个人印象会加分。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些博主人，看老高也好看，总裁也好看，看小令也好看，看这也好看那也好，最重要还是要看爱迪生了，最重要还是看爱迪生，因为你去到酒桌去到干嘛，你不管聊什么，最后都是会所，万变不离其宗，最后都会回到根源会所。比如说我跟你讲一些加拿大的会所，日本的会所，泰国的会所，这都可以成为你的一个知识点累积。然后哎，你这么一说的时候，人家的老板就说哎呦看来你懂这个泰国会所吗，下次带我去玩玩，那你这个不就有机会了吗，是不是？真的可以拿出来吹，我跟公司老板尬聊三不五十是真的很有用，是。但是你讲的和老板想玩的不一样啊，这说你懂的东西要多了嘛，你懂的东西就要多，你懂的越多，你总有老板有一个是想玩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也懂点那也懂点，总有一个老板是想玩的。你如果你只懂这么一两个，那可能老板不想玩，但是你懂得只要你足够多的话，总有一个老板是想玩。比如我刚刚说了同普惠10000港币，这个资讯不是很多人知道的，对不对？老板可能不在乎这10000港币，但他不知道这个资讯，你直接告诉他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截图发给他了，联系方式一发，对不对？你都啥都不用干，你的这个机会就来了，老板以后就依赖你了，他就信任你了，他就信任你了。